Football is a part of all of us. Aren't you the same?阿森纳对阵西班牙人啊，我们也是好久没玩这个在线组别的模式了。对面是947分大佬，这个人只玩这个 OD， 不玩 My Club， 跟之前我一样，我也是从 PS 2019开始玩这个 My Club 模式，之前是只玩 OD。 我们调一下进攻和防守指示， OD 里面就比较自由了。现在是冲到了第四组别，那么也是希望能抽空再往上冲一冲。之前最高记录是冲到了第二组别。2019也是一直玩这个 My Club， 大部分时间是在玩 My Club， 所以这 OD 也就有点荒废了感觉。好，换了一身黄色的快船战袍，准备开始。这个西班牙人这个赛季打完之后，下个赛季反正中间这个下窗这个主力一线的主力阵容很多都要被挖走，留不住人的。好，来到了球场啊，阿森纳主场，天气不错。裁判哨响，但是对面没有发球。好，开始了。哇，没开球，直插我的中路啊！这插的真的是让我有点怀疑人生。顶出去！哇，玩这个 My Club 之后，玩这个 OD 有点不太适应，毕竟能力值比这个 OD 要差很多。不过这个更加真实一点。顶出去，好，掉下来反击，右路，掉下来了，走，出去得快一点，稍微慢一点就被断了，没人多。啊哈！索克拉提斯，球在纳卡泽特脚下。哎呦，爆射了，被挡了，给了对面一个角球机会。哎呦呦，这光标球员危险！哇，有点想法。呼，这后卫很有经验啊，先以退为进。哎，这个有点着急了，塞的。哇，把这个中场直接突过来了。危险！哇，感觉随时会被断。保险起见一点，慢慢打。慢慢往前蹭，好，领过来，没有领进去。武琼。没防守住，武琼啊是回西班牙了，在国内待了半个来月，回国舒适一些，吃些好吃的啊，见见亲朋好友。来了，哎，这什么情况啊？怎么就按射门他一直不射呢？
我的延时比对方高一点。凡是这个射门的时候，拥有有一些这个，我要我的延时比他的高的话，射门就不会很痛快。哎呦，这个才过不来。哎呦，停球不行。要到前场，奥巴梅扬。王雷亚尔，看住，奥巴梅扬，哎呦没看住啊，什么鬼？呼。我一直盯着这个奥巴梅扬，结果还是没盯住。哎，阿森纳率先打破僵局，尽管替补席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激动的情绪，但是他们肯定在心中。站下来，因为这个进球不行、啊。合理的分球。针对他的防守做得很好，就是不让他转身或者射门。你们想限制住他，这就是最好的方法。尼克莱西亚斯，对吧？边路美伦多，哎，这个塞的，反正也不是他的风格。美伦多起码要带个球，那个切啥的，对吧？没那么容易传球的，对吧？哎，直接长传，奥巴梅扬，球在纳卡泽特脚下，呜，哦，我们是埃尔莫索，可还行，毕竟西班牙国脚，对吧？整体实力虽然没有很强，但是我们也是阵中有好手的。纳尔多没有首发，我也没怎么调这个阵容，感觉后方有纳尔多的话会，哎，挤不进去，会让人放心很多。尤沃比，奥巴梅扬，里奇施泰纳，哎呦，防住防住！不能让他过来啊！好，上半场快结束了吧？快吹哨啊，裁判！上半场我们一脚都没有射门，太凄惨了。不管怎么说，教练员和队长也该说两句激励士气的话。嗯，好，下半场开始。好的，比赛现在继续，接下来还有45分钟。打的儿，李琼。阿德尔回做，有了，成功了！他们把自己从悬崖边拉了回来，球门打开，这种情况不射啊，简直对不起自己啊！这球看似容易啊，其实需要有效利用空间以及高度默契的配合。先走路，显然让李琼上来了。这种比赛让人热血沸腾，这才是及时的大战。应该给个脚下来着。只不过是他这个脚下给了停球，停不好的话很容易就被断了。罗萨莱斯，我看一下这停球真的是奥巴梅扬，球被对方拦截，无功而返。哦，快出球快出球，对，来，哎呦，还有吗？还有吗？能起到打门吗？哦，还有啊，人球还是我们。就以训练不这样的道理，而蒋丁当仁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哎呀，打的是不是有点细了？达德尔，来吧！这个是卢卡库的天赋。
哎，拿下来吧！哎，怎么还在对面脚下？我以为我领下来了，有一只狂按射门键。结果一看，对球还在对面脚下。来，哎呦，这个头球顶得太偏了吧！这小光标在底下闪了。哎，断了，好机会来了，谢谢你。哎，走啊，没进了。哦，这个对面也有点猝不及防了。那个球员动作笑死了。伊沃比，目前好。防守防守防守，嗯，就没有空档。队友之间在沟通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堵侧翼堵得太着急了，哟，危险了！得分的机会，嗯，进攻很有质量，渐入佳境。不着急啊，后面稍微缓一下。对面怎么不玩了吗？哇，把这个进攻等级调到最高了，你这岂不是？这样的话会给我很多进攻的机会的，好吧？有了！哎呦，射太重！伊格莱西亚斯，反正西班牙人除了乌磊，我还第二喜欢的就是伊格莱西亚斯。不过要是搞砸的话，教练可要发火了。他们现在必须要拿住球。哎呦，危险了，危险了，这下凉了。哎呦呦，东门将！哎，漂亮！挡下！哇、哦，好悬的！他，我一开始以为他第一脚会射呢，结果他传了，塞了。我觉得这个换人意图很明显啊，他已经非常疲惫了，而且选择射门。这射门没有威胁啊！罗佩兹，大力出发球，好右路。没人多。现实当中也是如此，但是在这就丢了。必须保住球权，不能再把球送给对方。嗯，还有几分钟，看能不能守住。哎呀，非常合理。好，蹲下来了。他们的后场没什么压力，可以放心的。嘎嘎嘎嘎！一旦失去球权，还是非常的危险。马克罗卡来了，达德尔！哎呦，达德尔这漂亮，远射还是可以的，但是这脚射的有点正。顶下，不靠谱啊！这个头球质量不高，头球的质量都不行。对人员做出调整，他还能继续坚持的精神可嘉。不过教练小光标也是为了他好，能看出来。你是想故技重演吗？故技重施吗？来吧，射门！哎，应该再早一些射门，直接就凌空打了。防守，防守，防守。没危险啊！要防住，危险了！合理的转移，他成功的将球破坏。好，基本稳了这下。就在皮亚蒂脚下，不着急啊，蹭蹭时间。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蹭蹭时间就耗光了。哎呦，我又被断了！哎呦，给了对面最后一次进攻机会啊！
有点危险。哎，漂亮，纳尔多！哎，纳尔多上了。哎，好，结束。比赛结束，罗马神奇的比赛，罗马神奇的逆转，这才是踢进中应有的表现，他们的胜利实至名归。结果啊，就是这样，虽然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六名球员通过对方的进攻，尽管球队的球员在进攻的进攻并没有被击倒，并且凭借着顽强的斗志将比赛扳回。所以说呢，小时候胖不算胖，长大了胖才算浪。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非常荣幸能够跟苗坤起来解说，浩哥，我也要说声感谢。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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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